嗨，大家好，新年恭喜！大家好，新年恭喜！今天的除夕特别节目里面会有什么内容呢？包罗万象，那当然有大家都想要看、想要听的，那大家就期待吧。今天的内容慢慢的观赏，要全部看完哦，有很多彩蛋，错过就太可惜啦。那我们就开始吧。悠悠来啦！Hello， 又见面了，我是优妈，我是优爸。哎呀呀，新年快乐！大吉大利！还有呢？年年有余！还有呢？平平安安！还有呢？娃娃来！哇，超厉害的哎！借由新春的这个时节，我们宣布一个重大的消息，那就是我们的频道会员要开放喽！趁着我们的这个春节之际啊，家家户户现在都在休息，是，大家可以多看看我们的悠悠来了频道。对的，里面有很多隐藏的我们的生活日常，对，包括我们的生活小记录，是的，还有一些影片就是没有在那边发的，不适合啊，那我们在会员有专属的影片能够去看到，只有会员才有哦。那我们会员是分三级，大家可以看一下，各有这样不同的权利、那大概来讲啊、如果你想听悠悠的古筝演奏甚至点播的话，你就可以用我们最顶级的优福粉，优福粉就是有福啦，有福粉啊。那如果你想要直播，哎，是的，直播，那我们每个月都可以有直播的这个会员，那叫什么呢？叫做优爱粉，就是有爱的粉哦，对吧？那详细的大家可以看到啊、那如果是我们的最基本上是给我们支持的，那平常的留言回复或其他相关的，那也可以再直接加我们这一集啊，那就是我们的悠悠粉，那就是三集，这是一个重大的消息，也希望大家能够像之前一样那样支持我们，好吗？好的，一定。还蛮好的哎，这样的话，我们开直播和大家实时的聊一些天呐、是的，那直播的频率大概是、每个月至少两次，这是可以保证的两次。那如果说开心的话，那就要看我们啊，当家花旦。是他，对不起，当家花旦啊，不是，看他的心情，好吗？对的，对的，对的。那今天就是跟大家宣布这个了，那接下来就跟大家拜个早年喽，恭喜发财，红包拿来，虎年旺旺来。好吧，那么现在我们就进入正题了，新年特辑，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现在开始战斗。开卡后，我不是在新的东西。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今天是除夕嘛，我们就临时抓紧时间，在除夕的这一天上午给大家拍一片。对，主要是我们担心啊，就是你们除夕晚上的节目不够好看。对，吃完饭了要守岁，是不是又不够凑桌打麻将？这时候要做什么呢？可以看我们悠悠。台湾要守岁吗？有这个说法，但你知道我们家吗？对，所以台湾的除夕真的也很热闹吗？我只有在我家，我也只有在你家是过过。有热闹吗？那是无比的凄凄惨惨戚戚呀，冷冷清清。什么时候也让我能够体验一下真正台湾热闹的新年？还有吗？我都怀疑。如果我们频道做下去了，明年是不是可以有热心的网友说：“微微来我们家过年好吗？”我们家特别热闹、我愿意去。可以啊。Yes, I do.、我愿意。我
们可以做一个策划，到时候提前。真的，我真的要感受一下台湾的新年到底是怎样的，不然我永远在优爸家走出那个阴影。我出场就这样子，这个对吧？也普通嘛，就正常。最近啊，有一些网友说：“薇薇啊，你可不可以说一下你们东北过年的习俗啊，有趣的事情？”嗯，其实薇薇和薇薇的老公去年已经拍过了我们东北的一些有趣的习俗，点阅率那是相当的高哦。而且买的袜子下面都要带小人，踩小人啊！哎，很流行的。我小的时候就穿。现在还这样吗？一样，现在一样。我会发很多的图片给大家看。现在我们的这个传统依然不变。做了两支影片，真的，看一下，点击这个啊、哦。真的。哎。所以呢，其实传统的习俗我就不再说了嘛。大家回顾影片，然后在影片当中最多的大家就是在讨论或者说。否定优爸、哦、是吗？对啊，我们提了一点你们家是怎样的家庭、大家都说不可能，那就告诉你们对吧，你又叫我阿信。谢谢。阿信是什么？就是一个很有名的祥林嫂。那是有点像。 嗯好吧，那今天呢就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其他的我记忆当中很热闹的过年。你不是说守岁吗？对。那守岁是不是台湾人也要一大家子人在聚在一起？那一大家子就一定有三姑六婆啊，然后从小到老啊都聚在一起啊。可能吧，反正我们家没有。那你真的没有邻居哦？那你们家有吗？有啊，有啊，真的年年基本上都是十几口人在一起的。嗯。而且不回家。都住在我的奶奶爷爷家，因为我的爷爷就是我们赵氏家族的老大。那我今天就要跟大家说小朋友要做的事情。说到小朋友过年，可能有很多人说小朋友过年就是玩啊，对呀、就吃啊，就是开心啊。其实才不是这么简单。我跟你讲，姐是从这个上过战场的。过年跟战场好像嘎嘎吧。整个除夕的这一天一直到初一早上，那都是一场又一场的战役。这是战的，每一场战役都要分个胜负。那姐请叫我常胜将军。是你跟隔壁邻居的亲戚还是打架？指定是亲戚啊。你们不是相亲相爱吗？好，那我就开始说啊。啊，从除夕的下午进了我爷爷奶奶家的门，战役就已经开始了。来了。在进门之前，家长我妈妈和我爸爸就嘱咐我进门要热情，看到谁就喊谁，知道吗？他们就是我的后师。打声招呼怎么就成了战役了呢？推开门、爷爷过年好，好，大爷好。你看你家薇薇多懂事儿啊，多会来事儿，多有礼貌啊。这就是第一场战役。不巧我有一个姐姐堂姐也姓赵。她是那种大大咧咧的啊，人是好人。没心计。进门谁也不理。坐在那儿。第一场战役完胜。这就战役了。这就战役了呀。第二场战役，就是晚上吃饭。台湾的小孩吃饭要规矩啊，我们像我们家吃饭，我们只能吃我眼前的菜。为什么？就是讲别人，因为你家只有一道菜。爷爷在的时候是我有印象的，就是那到时候跟我们叔小叔什么之类的，还住在一块，很大一桌的，很热闹的。但是我们只能吃自己前面那道菜。好可怜。因为我妈不让我吃别的那道菜，她说太远了要夹，人家没有礼貌，所以只能吃自己前面那道菜，而且不能一直夹，
哦，对，因为被显得我没有教育。吃不饱啊。嗯啊。哦。不是这样吗？不是啊。你们是这样比的吗？可是那你吃那么少，你的爷爷啊，包括长辈不会说，阿志多吃一点，给你加个这个，给你加个那个，不会说吗？那我就没印象了。但我印象就是哦，我就因为这样子，对吧？能克制住自己，我就赢了战役。有礼貌，乖乖的小姑娘，那这就赢了。你的这场战役是你自己为你自己立的，没对手，无聊。我跟你说，我们家孩子多，那一场场战役都是有对手的，还有苏明。我跟你说，这吃饭你得多吃，而且得啥都吃，吃遍每道菜。比如说像我们家啊，我们十几口人。基本上吧，就是除夕的晚餐，10道菜、12道菜，然后不要14，四不好，16道菜，哎，得这样，每道菜争取都吃到。然后呢，你得心里有个数啊，就脑海中得有记忆。我爷爷擅长做啥菜，哪个菜应该是我奶做的，你得瞄，做的时候你得观察。这样才好夸，这个战役也得夸对人。那输赢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你夸的这个人，他喜欢你，你就赢了。是主公爷爷吗？主公呢，当然是爷爷奶奶，最高领导。但是其他的人，你都得带着点，也不能得罪了啊，得罪了显得有点不够圆润。这是我从小就有的一方面经历。所以在吃的时候，比如说我爷爷很擅长做腌菜、还有就是酱牛肉、山东人真的很会酱牛肉啊。梁山好汉，给我来两斤牛肉，来2两白酒，是不是？哎，这牛肉你得夸到位，爷爷你做这个牛肉就是好吃，我吃过最好吃的牛肉就是我爷爷做的牛肉了，我爸爸做的都没有你爷爷做的好吃。奶奶你这个包子包的真好，这个馅儿怎么那么好吃呢，我就喜欢吃奶奶包的这个馅儿，就是都要夸到位。那年年不就重复一样的夸法，还是要你这个语言和状态你可以改变的，对不对？所以第二场依然是我完胜，而且你要吃的多啊，你要每道菜真的吃，人家觉得你真喜欢，多吃多夸，反正嘴不能闲着。他小时候的那个体型，他补一下相片，大家看一下，就这样子，看到没有？就是这样子。虽然胖，但是不失美丽，好吗？对，好，下一个。吃完饭之后，是不是小孩就要出去玩一玩啊？或者说是，吃吃零食、啊，出去放鞭炮啊？哎，都要的，都要的。这个时候无所谓，我们小孩自己吧，自己就是休战的状态啊，就是暂时休息。主战场到了，我们大陆有春节联欢晚会，你们有吗？我们没有。没有。我们有。过年特别节目，每一台不一样啊、哦，每一台不一样，我们是一样的。对，就是其他各个地方台也有自己春晚，但是不在这个时间播，不在晚上，就跟我们大陆的新闻联播一样。联播，我再说一次，联播是什么？就是你从一台切第二台，它还无缝连接，你看的是什么都是一样的东西。对，就像这样。连续剧哦，它也没有什么终止，没有就嘟不见了，突然就出来那个前奏，哎，新闻联播你好，我说哎，怎么回事？怎么跳的这样子呢？我想说啊，应该坏了，换一台，就按，哎，怎么好像是没有反应吗？我就在按，又跳了一下，哎，怎么一下，画面都没有变的哦。外星人袭击了地球。不是，我想说房东黑心居然给我一个坏的电视，对不对？可以关吗？也按啊，市场可以关。这就是新闻联播好吧。是的，你就以为被打枪了。像现在又有喜欢看卡通节目嘛，跟我们看的节目就不在一起嘛、那怎么一个春晚对吧，给大人看怎么小孩也看着很开心。其实我是觉得很纳闷的，那你就不懂了、真的啥节目都有，有儿童的、
然后有适合青年的，也有那个中年的。中年的一般就是喜欢看个相声啊，看个小品啥的。哎，还有老年的，老年是啥？京剧。第三场战役来了，就是京剧。我正在怀疑说过年没事放京剧干嘛？就是。要满足每个年龄层啊！对啊，真的有《合家大欢乐》啊，都有属于自己的节目啊。我们的央视是很负责任的，好吗？那京剧为什么是主战场？我爷爷喜欢呀。但是京剧的播放时间一般上都很晚了，大概都是10点多到11点的时间。这个时候，其实我爷爷是准备睡觉的。哎，发生过两个事件，分别在不同的春节。灿烂的南山西，粒粒高高那扎出鼻，是卓飞来赞侬，热到白侬，来里高来里高，黑厚的白的梦，来里高来里高，全人类好这个哈喽开。我都该去 say like a soul way draw hope anybody way。 发生过两个事件，分别在不同的春节。起初之前快到京剧的时候，我就跑去房间轻轻地抚摸我爷爷的脸和头。爷爷，快演京剧了，你要不要去看一看呀？得看爷爷的状态。我爷爷看到我，我爷爷就笑脸迎人的。好的呢，小孙女儿，爷爷去陪你看哈。可是他陪我看，我陪他看。哎，要是叫不醒我爷爷，或者我爷爷摸我一下，继续闭着眼睛，这个时候你不要再打扰他了。啊，完全要看他的状态。结果不是来了，我姐姐是被迫参战。真正想比较的是我们的父母。必须。哎，有一年呢，我姐姐的妈妈就偷偷跟我姐说：“快去，快演京剧了，叫你爷。”意思说今年你可别再输给你妹了。嗯，有道理啊。我姐去了，我姐很听话的去叫我爷。你知道结果吗？我爷把我姐骂出来。为什么？又不是你叫的。也可能吧，你说完这个，我不得不承认啊，我确实是我们家的最受宠的孙女儿。但是我姐去叫，我刚跟你说了嘛，看不看其实无所谓的，京剧不是主要的，你得会看脸，看脸色，知道吗？她其实这时候已经想睡觉了，对，叫不醒，我姐一定硬是要叫，而且我姐嗓门大，耶，京剧。看不看京剧啊？京剧要演了，爷醒醒！我爷就惹恼了，然后就把我姐骂了一顿，还有点带脏字啊，因为心情不好。对，我姐就回头了。我记得当时好像有点委屈啊，我有点想哭，其实我觉得我姐挺可怜的。然后我躺赢了。不是，那你怎么会输呢？你也差不多时间呢，你去提起你爷爷且看京剧，是你自己主动的记时间的呢，还是你妈妈还是你爸爸帮你？电视台里面会有主持人啊，下一个节目他会有这个一些引领啊，对啊，你看到那个就去叫，哎，你看到就去叫，你怎么从小这么心机啊？我跟你说，我也是被迫的，我也不想参战，但是。就无奈我妈我爸从小就已经定下来了，我要以我女儿为傲，所以我从小就知道我不能输，我不能输，我没有输的资格，我只能赢，因为赢他们才能利用我去跟别人宣誓就是他们的胜利啊。直到我现在长大了，我才知道其实我过年根本就不快乐。那这样一样啊，我也不快乐，差不多。但问题是我赢家嘛，
我该吃的吃了，该玩的玩了，该得到的也都得到了，只剩下就一身的虚伪。其实真的要劝很多的七大姑八大姨啊，七大姑八大姨对吧，就不要拿自己的失败然后去利用自己的小孩去弥补你自己的这个人生的挫败感。对，像我们两个就对悠悠就很清楚的知道，是不是他没有我优秀，是这个意思吗？是的。不是这么接吗？对的。那就这样吧，是不是？对，就这样吧，就也不需要拿他去跟别人比。对，就可以这么说吧，每个小孩都是独一无二的。对，可能大家很多人都说，哎，你那姐姐是这么不会来事儿啊，长大是不是也不咋地，人家现在过得可好，人在大学里面当老师，而且我姐姐也是音乐专业的。就这么说吧，我们老赵家啊，像我们这一代就是音乐世家第一代。他是学西方乐器，是吹长笛的，大学任教，找了个老公呢又是医生，是不是生活美满的人生胜利组啊。哎，所以呢小的时候的胜利他不是最终的胜利。对，你看我家的老公三无人员，无房无车无存款，而且又老又穷，还是个台湾人。架不住我帅啊。啊，今天也是除夕嘛，相信还有很多的这个家庭都在大团圆啊。我不知道台湾的家庭氛围有没有像薇薇这样啊，就是明争暗斗。我在除夕这一天也祝愿我们台湾的所有的小朋友啊，全世界的小朋友，全世界真的要开心哦，真的要开心，要真开心哦，好吗？嗯，好吧，那这问优爸也没有这些勾心斗角的事儿哈。那你这你台湾有没有过年有没有什么禁忌？我印象中就是不能摔碎碗，要小心，然后不能动剪刀。哎，不能动剪刀，为啥？就是说被什么把神灵有没有吓到，还是刺到什么神灵，把福气就没了，坚决不能动。你也知道嘛，我们家对吧？我妈妈、你婆婆是那个嘛，做这个衣服的嘛，对吧？定制衣服的，是不是？对啊，就这个这两个禁忌我印象最深刻。那还有那个吃的，我们那个大年初一早上对吧，一定是吃那个冷的。大年初一早上吃冷的？对，过个新年不能生火，还不能吃热乎的。对，为啥呀？太惨了。我也不知道，太惨了，为什么不能吃热的呀？为什么要吃冷的？然后29晚上我们有个禁忌，就是只不能烧起火，不能生火煮饭，只能吃冷的，而且一定要吃素的。又吃冷的？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拜天公。天公是什么？天就是老天爷啊，要拜老天爷。哎呀，台湾真的要拜很多哎。你知道我们怎么吃的喝的没有，但就是拜拜，对吧？真的，从头到尾拜拜。我觉得台湾的过年总结起来的特色就是拜，哎，就是这个，哎，就是这个特色。是，但吃的就这样，那就只能吃那种吃素的那些东西，而吃不饱，你知道小孩子。你们有吗？没有哎。那你们吃的都百无禁忌吗？什么都能吃？啊，那也没有。我们不能吃的东西也有，然后强调要吃的东西也有。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啊，我们家就不吃鸡，除夕不吃鸡。为什么呢？不吃鸡能吃什么？我们东北有个东北的方言叫做鸡唤。鸡唤，请鸡唤，鸡唤，鸡唤就是类似于借钱的这个交易，是这个意思。我特别是我姥姥那个年代，那个年代日子苦，不像现在啊，想吃啥想买啥都有。那个时候别说吃啊，经常就是这个什么饭票啊、肉票啊、什么衣票啊，那时候都票嘛，票。啊，凭票去换东西，票也没有，钱也没有。有的家呢，孩子多不够吃，就去跟人家借。对，这个月你借我一点，下个月我有这些票了，我再还你。这也叫做鸡唤啊！哎，所以呢，我们东北人除夕不吃鸡，意思就是说咱别借人家，人家也别来借我们。就是啊，不吃鸡，哎，就是为了这个。钱嘛，哎呀，
钱是王八蛋，哎，钱是王八蛋。还有呢，就是不吃酸菜，酸菜是我们东北的特色菜。对呀、啊，对呀、啊。台湾有很多酸菜白肉锅。是什么能阻挡你们吃酸菜？酸菜酸吧？对呀、啊。它不止酸啊，还臭。对，我一大桶、哎。酸臭酸臭的。对呀、啊。因为它有那个发酵那味道。东北人脾气咋样？来，你来形容一下我。温柔体贴啊，温良恭俭让这五个字，一个字都不搭边儿。东北人脾气不好啊，但是我这也是和我们东北的方言有关。形容一个人脾气不好，就是酸叽溜的啊，哎，酸叽溜的，酸叽溜的呢，就有点像酸菜。又酸又臭的、哦、哎，所以东北人一看，哎，除夕吃啥呀，弄点酸菜吧。如果说这家里有脾气不好的，家里的长辈就会说，别吃酸菜了，那脾气酸一溜的溜臭的啊，那个还吃酸菜呢，还吃还吃，那脾气改改吧。就一边说不能吃，一边还把这个人骂了、对呀、啊、还有一个小疑问，这么百十年来都不吃臭酸菜，怎么脾气还是这么臭酸呢？就是因为平常吃酸菜也吃太多了。那有没有一定要吃的？像我们有一定要吃的耶，像除夕有时候我们要吃那个，就是拜完天公之后我们吃那个汤圆年糕萝卜糕哦，汤的哦，一定要加长年菜，就是那个苦苦的，哎，要加进去里头。我在他家吃了，吃过吧，对不对？吃了，是不是？好吃不？特别好吃。不错不错，从小就是人生胜利组。我们东北也要吃一些寓意比较好的啊，对，比如说要吃白菜，白菜呢，寓意就是摆财，把财气摆出来。第二道要吃的就是生菜，也就是台湾说大东北A 菜这个菜呢也是现代才吃的啊。我小的时候很少这个菜。那这个是有啥意思？生菜生菜生财呀是不是就一切朝前看就对了朝前看然后最后一个要吃的菜就是韭菜，就有财，长长久久都有财，太有财了。哎，东北人真的很拿钱很在意的，一切的寓意基本上好像就是财财财发财发财。我跟你说，也不止东北人，你现在过年的时候，两岸三地都放的歌是什么？恭喜你发财，什么好运到来，什么来什么财，对不对？哎，我有一个外国朋友，老外朋友。他有次就很纳闷的跟我说我们的新年歌是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让你有个美好的未来对，你们怎么只有一个，就是对吧，或者英语就是 Rich Rich Give me Rich Make me 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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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ever， 财富的意思。是啊，他说为什么你们都是这种呢？哎，你有听过那首歌吗？哪一个？新年好。怎么唱？新年好呀，新年好呀，祝福大家新年好，我们唱歌我们跳舞，祝福大家新年好。祝福大家新年好。这个曲子我们有，但是不是新年好，这是儿歌。哎，这是我从小到大的儿歌这个、但是它叫做新年好。我们不是，我们没有。你看，我们大陆的新年好也没有提到财呀、但也就这么一首歌，就祝福新年好，唱歌又跳舞，包饺子。台湾过年吃不吃饺子？很少人吃饺子。吃汤圆啊，你们？对啊，我们要吃饺子。北方吃饺子不稀奇吧？过节都吃饺子，就只有饺子啊。但是过年的饺子和以往的饺子不一样，里面有塞一个铜板。对，有塞钱。
而且过年的饺子呢一定要凌晨十二点之前半夜包，因为我们凌晨十二点要准时下饺子再吃一顿宵夜，那才是新年的第一顿饺子。而且呢那一顿的饺子皮儿擀的皮儿面皮儿得剩一些，包的馅儿也得剩，不能够不剩。哎，不能不剩，不能包净啊。为什么不能包净啊？为什么浪费？老一辈的寓意呢就是说有衣穿有钱花。哦，那饺子皮就是衣服，哎，馅儿就是钱，哎，啊，也有道理，是吧？这叫什么？有余，年年有余。哎，对，有富裕。我们那边也有说要吃、哎、要吃鱼，过年要吃鱼。我们也吃，也吃啊。但是你们吃鱼有什么说道吗？好像不能翻面。一样耶，温柔一点，逗啊、哦，真的。那为啥不能翻面呢？我不知道。啊是不是咸鱼才翻身呢？那除了吃呢还有啥呢？除了吃啊，吃东西得有垃圾吧。对呀、啊、哎，我们东北人不能倒垃圾。我们也不能倒不了垃圾啊。好巧嘞。但是不是以前，哎，好像以前也有啊。但现在主要是因为垃圾车不来收啊。你是因为垃圾车不来收？我们是不能倒啊，就是传统不能倒。不能倒为什么呢？就特别是除夕的晚上一直到大年初一不能倒。哦，肥水不流外人田。哎，就这样子，我们家也有一个耶，大年初一呀、啊、不能扫地。为啥？会把财扫掉啊。嗯啊，你们垃圾也是财，我们灰尘就不能是财。不是啊。啊，灰尘能跟垃圾比吗？比不了，垃圾更脏啊。你们真的很迷信哎、啊、什么把财弄丢啊。对啊，然后招惹到神呢、啊、对啊。但我们过年好像感觉鬼比较多哎。有吗？有没有关于祭祀的拜拜的习俗？有、啊、也有吗？对，除夕晚上。但有的家庭呢，就比如说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去世，哎，一般都是三四代这样吧。祖宗的话我们是没有拜的、我没有拜祖宗。我出生的时候他也在的这层关系、走了，除夕的时候就在路边给他烧纸。哦，哎，烧纸钱。哦，所以我们的除夕小朋友就在自己家院里放炮就好了，不要去外面，因为外面都是烧纸钱。哦，特别可怕。烧纸钱为什么可怕呢？我觉得很好玩。啊，烧纸钱怎么好玩呢？从小我的概念当中，烧纸钱就是一个蛮阴森，然后鬼故事包括鬼电影里面都会出现的，那个叫做什么，张正英还是陈正英拍的僵尸片啊，都是这种啊，就是一堆人火起的。但是你知道它是那一堆儿，我们城市都是马路，条条大路通罗马，你一眼放过去老多纸钱都在烧，那种感觉就有点阴森恐怖。而且东北天气冷，零下30多度，寒风凛冽的，烧着纸钱。哎，所以零下30多度生火是可以起得来的吗？起得来的呀。哦，嗯，是有火的，是可以升起来的。哦，我们也烧啊。哎，我们叫做拜地基主，就是这块土地对吧，多年来也就是有一个神灵，或者是不管是神还是灵吧，他就住在这儿对吧，所以我们每年都要跟他说拜一次，然后就给他烧纸钱。你们拜的何止是地基主的，你们啥都拜。但是我们只拜我亲眼看到过的家人。哦，对，就这么简单。只是说还是挺可怕的。我们可能习惯了吧。烧给神的是金纸，所以你看面积是黄色的，对，金边的神明，它是烧给神的。然后烧给鬼的是银色的，叫银纸。金纸跟银纸是不一样的，在那个烧那个庙的那边，对不对？会有两座炉，叫金炉，一个叫银炉。对，烧银炉的就是放纸钱，银纸的，金炉的放金纸的，类似这样的。可怕！先烧银纸。等烧完了才能烧金纸。哦，先给鬼再给神明。对，
就你不能说一直先这两个粉尘烧啊，银纸烧一烧，就现在烧着就把金纸扔进去，这是不行。那神明和鬼会打架，他俩分难分。怎么会难分？都烧到那儿了，这一张银的，那一张金的，神明和鬼在这张我的，那张你的，两个人忙过。可能吧。那总而言之就是，这个祭祀神鬼在过年的时间，让我们家就是拜拜，没有别的，对吧？你们那边这种鬼神的还有什么吗？哎，我们只给家人烧点纸钱，而且我们烧的是票，就很像是真的钱的那种，用那种像类似于铜板那样形状的纸钱，哎，就给家人过年啦，买点好的啊，也弄点新衣服，吃点好的。关于鬼神的，哎，除夕晚上不能关灯，把家里的灯全部打开，一直到初一的早上。为什么？因为鬼怕亮，鬼怕亮啊，永清。所以你要，就从小我妈妈给我一些习俗啊，就是说理所当然。那个除夕晚上不能出去，都烧纸的，那街上都是你看不到的魂魄。不能关灯，魂魄太多了会进家来。那不是你祖先吗？那他也是魂魄吗？这一点我就觉得啊，那个墨西哥那个 Coco 夜总会，对吧？那个拍的就蛮好的，对吧？他们是欢迎回来家里面，对吧？那我们其实这华人的习俗是，一有都是别人，对。所以从小呢，我就觉得除夕还蛮可怕的，就除夕一面就很开心过新年了，然后我又是大赢家，有新衣服穿，又有好吃的，一面呢又害怕。做太多亏心事了，就怕鬼啊，还是蛮。所以我们两边还是差异蛮大的啊。对，然后我们会放炮，你们会吗？会啊，会放炮啊。我们就在12点左右开始嘣嘣嘣嘣。而且你们现在放的炮，就是我小时候放的，我小时候也放摔炮，你们叫摔炮吗？那个甩炮，你们叫甩炮，叫摔炮，一个东西，对，一个东西。好巧，我们是同一辈的人。不是，事实证明啊，不是，不要误会啊。好吧，那就是我们这两边的一些有趣的事情了啊。就总之呢，今天希望大家开开心心的，新年真的来到了啊。在新年之际，太官方，新年之际祝福大家身体健康，恭喜发财，恭喜你发财，还有个红包。还有红包，我脑中就想着红包，我想说，哎，还有个横批。横批是什么？红包拿来啊！红包拿来，虎年就来了，对吧？对虎年行大运，对吧？走路做事虎虎生风。本命年要穿红色嘛？对。那本命年的朋友啊，那个把红绳、红线拿出来绕一绕啊，系个腰带也行。是，然后那个画个小人，对吧？记得穿红袜子，踩脚心儿啊，地上踩一踩啊，脚心画个小人啊，对，使劲儿给我踩，对，一会儿我给你画啊，没有问题，给你纹在脚心上，那就不需要了。红印牙，和你砍，和你探大吉，虎年给你赢，给你赚大钱，好。一样啊，那个健康是本钱，先把一攒够啊，一定要身体健康，注意身体，对，六十吉祥，吉祥啊，拜，新年快乐。喜欢我们的话